要不点了，灵王说要不点了，要不真点，感觉不想赢啊。确实，我觉得真行，要不点。我操，有人发现这儿、啊，好点，就我没点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不是真的假的？不是为什么点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第二个点的，谁没点啊？刚刚我没点啊，掉了呀。真我没点，不信看回放。发起的不是我发起 的, 发起的，不信看就来我直播间看回放。到底是谁发起的？到底是谁发起的？先说这个问题，到底是谁？声音最大的那个人发起的，别装了。我点了呀，我真没点，我只能说到最后那一刻我都没点。在点的那一刻，我想了一个问题，所以是谁发起的？点子豪发起的。我没发起啊，我是第二个点的。哈乐发起的，然后有两个人是同时点的是吧？我是第三个，我是第二 个, 第个，然后他们第三、第四个同时点了，就瞬间四票了。不是，我以为没人点，我就第三个点了。是不是你发起的呀，哈乐？是啊。OK， 抓到了。你跟我说，刚刚是不是在跟他在聊微信？他在让你点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没道理，要我说纯没道理。他在说我在跟你玩，他就把我微信删了。这样的吗？怎么说？要不你先下手为强。哎，胡家乐什么冠军？为什么可以耍大牌啊？胡家乐到底什么冠军啊？喂喂喂！哎，这句话管用啊！我没开麦刚刚。别装了，这句话有点顶级啊！我学到了，有点管用、啊。哇，这句话有点恶心，我说实话。有点顶级啊，宝蓝。你到底什么冠军啊？对，你到底什么冠军啊？苏汉伟也没有冠军吧？就说被虐习惯了，真有真有，他真有，有一个他真有，他没有我就不会说了。阿乐什么冠军？阿乐，阿乐到底什么冠军啊？阿乐一会儿进游戏的时候别自闭行吗？你不说话我们都不敢说话了，阿乐，你给的压力很大的。怎么现在就开始自闭了，阿乐？游戏还没开呢。我看到一条弹幕，你们知道有多夸张吗？我的弹幕全都让我来把皇子，什么意思？没问题，我觉得怎么说？你们复刻一下吧。你们想看插中国国旗的皇子，说是？我们复刻一下吧。啊，阿乐这个不知道有句话能不能讲，阿乐，你不说话我就讲了。阿乐不也是塔丹的好兄弟吗？就是这个李林基输了，阿乐应该心情有一些波动吧？是什么样的波动啊？我替嘎啦感到可惜。这哦，这是你的波动啊？那行，没有别的情绪吗？没了，还能有啥情绪啊？